代啊，已经占了蛮一大部分。那不过一个点，我分析搞的，你搞沙漠，对吧？沙漠嘞，来地嘛，陆地就行嘛，行，要跟交道也行。即係因為嗰個我嗰個肌肉拉傷，我腿咧跑嗰陣好痛，應該係玩單杠都拉傷咗。仲要琴日跑翻去，天水嗰陣已經落緊雨，跟住越落越大，後屘又停咗。其他地方落咗之後幾分鐘。星夢呢星期六啊，不過咧兩集都啲咩團，即係一場嘅團戰啦，輸咗對方兩個人個隊啊，我喺度諗緊，男隊又輸嘅話，基本上總共包咗三個。但我感覺上好似紅隊會輸，但係佢嗰個預告係天嚟之去。你會覺得紅隊輸，實際上應該係藍隊輸。唉，依家咧婆婆仲喺醫院度住啦嚇，唔知佢頭啊。基本上
我阿媽都可能日日都在我嗰度瞓，幾可能話咧細一啲，幾試過一支公喺度瞓啊，基本都係由婆婆抱住，拱走咗之後婆婆抱住佢，依家婆婆都抱住個頭。有一個很白痴的問題，關於咧，依家空中載具削弱咗，即係例如講運輸機啊，運輸機改弱咗，改得好好。即係如果你問啲咁嘅問題咧，我就可以話你根本冇玩過 BF， 甚至淨係識得口馬心地圖。以前咧更新之前，基本上咧。凡是見到運輸機咧，個個就會走嘅，即係去第二度解。運輸機追住架，運輸機或者運輸機追住戰鬥機，又或者運輸機追住戰機，甚至運輸機追住架房車打佢。12粒50mm 12粒彈連射嘅射，我可以話準嘅話咧。五秒鐘之內射爆你架車，之前試過啊！我喺沙樓嗰度，美國啊，我喺重生咧，我燒咗架運輸機，即刻就衝我出嚟射我，我出咗嚟五秒鐘之內俾人射死咗。你唔改完佢嘅話，地邊再佢唔好過，雖然而家都唔好啦，但我都唔好嘅。所以佢都幾好嘅，起碼基本上依家運輸機對於射呢個地面載具嘅優勢咧，好細。輸機咪削弱咗，咪唔可以連射，兼且換彈嘅速度慢咗，甚至八月幾更新，再即係運輸機嘅彈藥由12粒減咗翻8粒，你想運輸機強啲啊？冇乜機會，從來未試過喺一隻 game 裏面運輸機居然係最強嘅，最弱嘅反而係燒機。如果你話運輸機勁過其他車咧，咁多次 BF 裏面最搞笑的一隻。好似呢啲運輸機咁樣，運輸機的血量就升幾樣。都好快爆嘅，如果你俾機槍射或者俾其他嘢射，
搞的 BTL 少。成個鐘頭咧，一地落緊雨，嗰個熱帶風暴嘅環流咧，係覆蓋曬成個香港咁滯。所以話呢幾個鐘頭都落緊雨，你要俾成個禮拜落雨，感覺上跑步咧都係有太陽好。你一冇太陽咧？跑步咧好容易濕曬，我琴日跑，我琴日跑過經過嗰個污水廠對開嚟天嗰個車天橋下面咧，見到啲車都停曬喺度喐嘅。原來是有交通意外，整架車炒上嚟冇。閃電係即係四度閃電係閃中我窗台，我窗口出邊嗰個物流中心。我跑步咧，跑翻嚟嗰陣跑另一條路。嗰、那個屯門嗰個海嗰、那個河畔嗰、那個長廊，跟住兜過去屯門公路嗰度。
依家雷雨是停咗雨。係啦，東張西望咪報導關於而有個主人咪帶自己隻外犬咧，咪去練游水嘅，後屘練練下就嗰隻狗冇咗知覺，跟住後屘死咗。嗰班咩狗群飛到間，跟住訪問嗰個女主人咧，誒我見過啦。IG follow 過嘅，嗰、那個係一個叫做健身教練啦，咩 K 咩 Kelly K A Y 咩 fitness， 即係有一個叫做即係類似有個名叫做咩超級健身女老師啊，只狗練游水，哇關鍵咩 CCTV， 點解突然間跳架，個個就話造假，多句。隻狗死咗，跟住話彌補唔到失靈損失，後屘咧成堆就走去洗版，即應該係猛咁唱衰呢間公司啊，呢、這個鋪頭啊，跟住話要，跟住話要嗰個跌要間鋪頭咧賠100万俾佢，後屘又改口話喂，我只外犬死咗，我必須要賠償我嗰個心靈損失。你要賠25万咧？哇！我諗緊呢單嘢咁似呢個咩咧？天線第一 B 嗰單嘢一樣，一隻狗居然要25万，你嗰只咩狗嚟嘅？最基本是什麼呢？隻狗應該懂游水，為什麼要帶它練游水呢？隻狗出世不懂游水嗎？所以我說不是多此一舉，加油方賠25万呢，有你說是一種說法叫做海鮮價，哪有一隻狗要20多万那麼多，你那隻什麼狗來的？即使是種狗都應該至少幾千元左右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我沒有狗所以我不知道，但是人賠20多万呢，很難容易。什麼健身教練來的？你教一堂都應該賺了成嚿水，但是你竟然賠20多万。不過最基本就是為什麼你要帶狗仔去練游水？佢嘅 CCTV 片應該係只狗仔游下水嗰陣，冇即係嗰個只狗死咗之後咧，叫間鋪頭炒咗嗰個游水督導員，兼且咧要當住所有香港人、所有人嘅面咧，發一個道歉聲明。即係如果你三要求唔做咧，都係一個做法，唱衰佢間鋪頭。不過始終都係咁緊，點賠咁多錢呢個係唔緊要嘅事。斷估你都係掠水咧。當隻狗過身，喂，呢少少水都冇乜所謂，20多万，
有一單，另外一單講咩？許智峯前立法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啦，喺澳洲俾人襲擊，都要擺出嚟。我諗緊澳洲點解你擺香港？你覺得香港會揾到呢個兇手？即係揾到呢個施襲者咧 ？Lunch Boy 呢個人最弱。凡親到七一或者八三一咧，全部都係放同一張相，甚至呢個陳燕林啊、邱義士呢啲，全部都係放同一張相，冇爭議嘅。呢個書面都落雨。